新竹市东区高楼社区发生火警的事故，非常遗憾造成两位消防同仁的殉职，我们在此表达深沉的哀悼之意。当天我已经请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及消防署萧焕章署长亲赴现场，对罹难的消防同仁家属表达我们诚挚关切的慰问，同时也全力协助抚恤、追祭、奖章、请班等等后续的处理。政府是第一线消防同仁最强而有力的保障与后盾，行政院将支持消防基层人员所需的救灾物力及人力，提升消防同仁救灾勤务安全。我们已核定内政部消防署约260余亿的中长期计划，其中包含5月24号上礼拜五我已经批准经费核准19亿，充实直辖市、县市政府消防机关外勤消防人员个人救灾装备器材忠诚计划。此外，由消防署所提报国发会现在在审查中的建构消防人员工作安全卫生作业忠诚计划，本院也将支持未来搭配多元方案增补消防人员人力及强化消防救灾安全的训练，